我是一只神雕侠侣当中的那只雕，女雕。我是来自鸭眼派的徐芷若，想看我的真容吗？不是，等一下。没关系，我自己摘，管你们想看不想看。我拍戏的时候直接牙就掉了，直接喷在现场。我把那个骨头磕出来了。我咳了一个月，然后就有一天，然后就把我的这个肋骨磕断了。Oh my god！ 先捏出一条这样的纹路。哇！哇！哇！我很好奇，是真哥是怎么发现自己会这个技能的？对啊，真哥你怎么知道的？我真的好奇，你给大家讲解，给我们分析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吗？这副牌。唯一点就是，纷争不断，天下英雄为争夺武林第一门派，集结于武林大会，准备一较高下。五步之内就要人命，全身藏满暗器，暗器。西南流派柔中带刚，鬼派女侠谢可寅，琴声饱含功力，直破心脉，东方必胜预言，内力超群，善用化骨绵掌，掌风舒心。于舒心，陪伴杨过大侠风雨二十年，叱咤江湖的雕刘雨欣，宝刀屠龙，号令英雄，一天不出，谁与争锋？许佳琪、孔雪儿，以内力为功力，以功力为空气，身边万物皆为武器。赵小棠、陆柯燃。好好的，我们两个是一对哦。咦，四大名捕到，威武，四大名捕就是我，真冷血，真无情，真追命。真铁手。没有掌声不会下来，谢谢。欢迎真哥，欢迎真哥。哎呀，今天又是各位江湖人士在这聚会啊，很好啊，想做什么做什么。各位好，各位好，各位好，真哥好，真哥好。真哥一个人就是四大名捕是吗？因为是中小型打匹配的节目，所以呢看得出来四个角色我一个人演，节约经费，对不对？在这方面拿捏的怎么样？气质拿捏的死死的，真无情，真的无情、哦、好不好？在身后还有一些江湖人士，请一位李指挥使到。哇哦，大家好，我就是锦衣卫李晨。太帅了吧。小萧飞刀到。小萧飞刀
来，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下一位江湖人士。他们是一对一起来的。哇，好矮呀！好漂亮。我是毛灵儿。哇，我是黄素锦。我们不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演的是啥吗？那么我们这样好吗，大家一起来猜一猜，今天来到这边参加派对的，我们先从雨欣开始，我们一个一个来猜一下他们到底各自饰演的是谁。你饰演的是什么？好难猜哦。好难哦。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想要飞却却飞也飞不高。神雕侠侣当中的那只雕，雨雕。老师们好。你知道普通人穿这么一身也就是一只雕，但是穿在他身上有可能就在微博热搜词条上面出现刘雨欣一身 all black 装扮爆。师父，我都饿了一整天了。师傅，我都饿了一整天了。糖宝，糖宝，啊，哎，糖宝，糖宝了。小果，我已经猜出来了，对，花千骨。好，来，那我们佳琪，接下来看一下。我是来自压眼派的徐芷若。啊，徐芷若，想看我的真容吗？哈？不是，你想，不太想带着吧，宝贝。不想了，不想。好想看呀、啊！如果大家说不想看，显得很丢脸的样子。没关系，我自己摘，管你们想看不想看。就是BGM 给的到位啊，到位了。你这个提供服务的人就不要拿人家东西了，好不好？哎呀，被你竟然拿掉了，这个是啊。好，徐芷若，老师们好。来，那我们接下来下一位，报上名来，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今天是东方必胜，就是哇，东方一定会胜，又是齐国。那我们下一位也要来做一下介绍，到底他又会是谁？我，西南第一毒后，圣教蘑菇谢盈盈。人家不是用的鞭子吗？我记得。用头发，用头发，用头发。这道无形鞭就考验后期的能力，你是给我们中小型节目增加压力和负担呢、啊、我本来今天超级热，我一看见刘雨欣，我觉得我还挺凉快的。哇，看到他真的是还可以。老师们，老师们，你们快看，哇，刘雨欣在冒烟。神雕侠侣快熟了。好，来，安琪是在龙门客栈打工是吧？什么龙门客栈？同福客栈。哦，对，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专门练了一下，打假号，我是安想一，对吧？有那味儿了，陕西话对吧？历史然后你的你要是我的话，想一给你留杯茶。好，非常棒，好，来，雪儿在这边啊，来先介绍一下我。就是和我身边这位徐芷若相爱相杀的孔敏儿。哎呀，滑掉了，他拿手去拿那个刀。你们两个是有关联的，对不对？我是那个赵凤九。你看他，赵凤九，青丘白凤九，对吧、啊？然后呢，今天呢，我的另一半也在东皇太一君。对，我今天就是扮演的就是
一个焗了油的东华科科。说好一起白头，你却偷偷焗了油。焗了油。好吧，那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游戏互相了解一下彼此，知道曾经自己在江湖做过哪些孽啊，不是做过哪些大事迹。今天大家能够作为武林高手来到这里，肯定都身怀绝技。不如先来切磋一下，看看什么是你有别人没有的。江湖人自然有江湖气，那我们接下来就从我们这边打扮最隆重的开始。上来就是我，打个样。最隆重不是我吧？哎，这个要结婚了，感觉。对呀，最隆重，这个最隆重。突然被 Q。来，慕云。行，那我就分享一个小时候骑着自行车掉进了荷花池三次。掉进了荷花池三次。等一下，怎么可能掉进去三次？还是不同天你掉进去，还是同一天？不同天。哦，不同天。谁有类似的经历？谁有不服气的地方？有没有？我这么说的话，你是掉进荷花池，而我掉的是沼泽。沼泽是那种湖面上面是绿色浮哦浮萍，对对，我以为是草地，然后结果你就走下去了。哎，我就进去了。他这个经历我有，你也有，但是我是在一个那个酒店，然后他设计的很艺术。哦，我结合你们俩的经历，我想起来了。就是他把水池啊，水平的跟地是水平的，然后飘了几朵荷花，就谁看得见我就直接掉进去，关键服务员就来了，我就觉得太丢人了，我就假装没看见，我说这里好美，然后起来浑身湿透。你下次再掉进去的时候记得把什么洗头膏什么的都带好。哎，是个好的建议。既然说有人也提出质疑了，当然你的这个经历别人没有掉进相同的荷花池，主要他掉了三次。对啊，掉一次可以理解。是啊。好，下一位。我要说了这个基本上我们就赢了啊。最好是哦，这么自信。我拍戏的时候直接牙就掉了，直接喷在现场。拍戏的时候把自己的牙都磕掉了吗？不是磕掉了，是其实我以前小时候磕掉的我的门牙，但是假的，然后拍戏的时候它松动了，但其实那个时候就刚好在拍的时候它就掉了，就是上一场戏我的牙还在，然后下一场戏是下个镜头的时候牙就没了。牙在哪儿呢？门掉到地上了。哦，我以为吃了，吓死我了。吃了。哎，那应该怎么应对呢？如果专业的演员在遇到这种突发状况，告诉各位妹妹到底该如何应对。就直接去医院了，啊，就停下来了。我还以为漏着风又拍了两场，不接戏啊。对呀，各养活，各养活。各老师你们好，但我现在是飞。这一说，倒也想听听看各位有没有为了艺术奉献出了很多，自己有可能努力汗水，包括像这样的伤痛的有没有？我差不多，我跟那个吕晨老师差不多，我是拍戏的时候，然后我把那个骨头磕出来了。什么磕出来了？就是那个手指头当中肉掉出来了，然后骨头就露出来了。因为拍的是就是那种枪打仗的戏。对对对，打仗的戏，然后就会很激烈，然后就跑的时候可能就是太急了，完了之后没有控制住，然后手里还拿着枪什么的。对，哎呦，玉言真的不容易，你拍军旅题材的戏哦。嗯，对的。你之前拍过几部这样的戏啊？三部，我拍过三部电影，特种兵归来一，特种兵归来二，特种兵归来三。你有，我们没有。那我也有，我骑摩托车玩的时候骨折过，但是第二天的时候我打着石膏还在骑摩托车，这个也算吧。而且我发现我们这边的人都是那个不怕的，因为你像梦莹也是骑自行车摔了三次还要骑，都是摔不怕的。所以我们这些人之所以成功，就是因为百折不挠。对，就是有这样的精神。有人在对面也发生过有骨裂的情况，雪儿。对，我咳嗽，骨折了。然后我咳了一个月，然后就有一天，然后就把我的这个肋骨咳断了。咳出了一道裂缝，然后就巨痛，然后我就去医院了，超吓人的。然后就你咳的是狮吼功吗？请问听到现在受外力，我们可以理解自己咳嗽咳裂自己肋骨。各位有没有
你有你有你有我没有。告诉大家，我会盲摸扑克牌，你们谁会？哇，这个你就厉害了！我才不信，我信你个鬼！但是没有扑克牌，也就不摸了啊！有。谁说有？我刚导演他们说有，真的有，只是做个梗而已。那个老师拿一下扑克牌。来来来，我要展示展示。对，我也想看他展示。这样，我这样，真哥，你要是摸出来了，真的来这样。如果一定要来的话，那我就一定要用手先意念一下。红桃 K， 真的假的？红桃 Q， 黑桃三。What？ 啊？黑桃尖儿。啊？小鬼。我给你抽一张。对，哎呀，一旦有别的侠女碰过以后，就破了我的功，就没法再说了。这张牌是，你来告诉大家，这张是，这张是扑克牌。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你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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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没有。你有七窍，你有。导演组有人就是不一样啊！啊，好，来来来来，说开了。哪一个？什么？有人告诉你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你带了这个犯规，你就是提前知道了顺序，是不是？我真的好奇，你给大家讲解，给我们分析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吗？对，这当然了，这不排，这不排，就是你要说什么，必须得要你来之前先要带这副扑克牌。顺序一切由你来安排就行了啊！就是前面记背不下来，记得是自己的手机号，幺八五，赢了，真的，这个有没有？你有你呀，你有我没有？哦，接下来玩一个你不会的，来，各位上一下我的道具。哎，什么大招呢？看新闻。什么？但是我的看法和普通人不一样。是什么？倒着看吗？哇！哇！我这是真才艺耶！朱真哥，你怎么什么都会？这是在日常读新闻的过程当中琢磨出的绝技，有哪位愿意来尝试一下的吗？雕雕，你去。雕要不要来尝试一下？刘雨欣，不是这张嘴，不是这个鼻子，是这个鼻子。雨欣，我帮你来弄一个。是不是要捏出一个形状啊？先，你得捏出一个形，是不是那个底座要好要稳？哎，这个真的是靠，也是手艺活儿哎，这个。对，大家都是手艺人吗？你看，这个地方，先捏出一条这样的纹路。它要吹直了，什么？啊，粘住。哇！哇！我很好奇，是真哥是怎么发现自己会这个技能的？对啊，人有时候就是一个无穷的宝藏，需要不断的自我挖掘。我有没有？你有。英雄们的绝招各有千秋，第一门派之争必定十分精彩。想要成为武林第一门派，你得先有个门派。想组建门派呢，必须在武林中拥有一席之地。谁能拥有这一席之地呢？只有七个名额。这是发生了什么？怎么大家一起弹腿，坐的也有，用脚踩的也有？有三位根本不屑的跟我们抢一席之地。接下来由导演回看进行分组。英雄们根据抢
强盗草席的顺序形成了门派，他们要凭借速度和身手争夺掌门之位。第一关，掌门之位争夺战，坚持到最后并抢到椅子的英雄就能成为掌门人。没抢到椅子的英雄，如果挑战水气球成功，可以重回掌门之位的争夺赛。好的，接下来各位规则都已经清楚了，请跟着音乐准备开始你们的掌门之战。只有三个椅子吗？啊，那这也太少了吧。香玉这边是完全坐在上面的，对。其实现在掌门之位还没有决定，除了他们两位以外，香玉以外，其他的四位到这边挑战水气球。哎，我可以坐矮一点，是不是还能占点便宜？这个可以 ，OK， 好。陈哥，你驼背一点，你太高了，你帽子比线都高。还没到。第一位掌门候选人出局。我们刚才啊，看到李指挥使在现场的表现，对你们有什么帮助吗？这个帽子太吃亏了，我觉得你们有头饰的就小心一点。对，这个是经验之谈，他的这个经验，唯一一个有可能接收到的就是我，我也是这个。第二轮是 Shaking， 一起来看一下西域独号 Shaking。你只要这个气球快快快，它越来越小了，再小就爆了，再就快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这个气球直接掉下去！再小就爆了，再就快！素锦姑姑，戴上你的头饰。天哪天哪！好。一、二、三、三。哦哦，哎呀！挑战成功，这个厉害！趁热打铁，小唐。哎，这样吧，陈哥。这样吧，陈哥。哎，你说。你把帽子摘了，我让你替我玩。玩赢了我回掌门之位，玩输了你淋一下，好不好？你把帽子摘了，证明你实力的时刻到了。行。三、二、一。没到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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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赵小棠淘汰之后，掌门之位的角逐变成是四个人抢一把凳子，一锤定音。时间到，然后说，我从来不喜欢这种有悬念的东西，要来就来吧，直接扎我，我自己来。三、二、一，哇，也算吧，挑战开始。
也算吧，我觉得这个也算吧。可能就是因为我平常真诚待人，然后就很幸运嘛。这样，你松手，我们说抓，好不好？来不及，来不及。来不及吗？来不及。谁有这么快的反应？还得要自己算。我信你。你相信我？我信你。太早了，离你近点，来，三二一，开始。我信你。开始。抓，抓，抓，抓。哇！哇！厉害，真的。安相遇，厉害，最后逃不掉的。刚才已经逃过一轮的苏姐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差一点，本来都已经可以了，为什么你又松了一下？掌门之位就在这里，玩还是不玩？不玩的话，拱手让出你们的掌门之位给到小童。是这么来的吗？恭喜新掌门诞生！哇！好，掌门，请给这个门定个名字吧。好，重启之门。重启之门派诞生。现在导演组还没有说出游戏结束。导演组，你们认真的吗？到自己的状态当中，三二一，开始。我害怕。一次成型啊！开始。好吧。你是真的害怕。最后一次机会了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只能我们拉着直接松手，你来迎接这一个水气球了。开始，来，请派出一位为他来解决这个水气球。我来，雪儿啊，好，孔雪儿，不要笑得那么开心，三，二，旁边已经有人准备了啊，开始。好无
啊，这是。哎，最后的掌门之位决出。新掌门到底会是谁？小肖飞刀完全倒在了雨雕身上，应该还比较明显，先抢到座位，最后也没有撒开自己的掌门之位的是刘雨昕饰演的雨雕。接下来两位，他还不是最终的掌门，就要看你们谁能够挑战成那个。一次过啊，别怕，大不了的雷个甩上。好，准备，三二一，开始。还不行，还有一次机会啊，还有一次机会。好，来。也是没有到。自爆吧，陆柯然。哇，好镇静啊，真的是好镇静，有没有？好帅。对，帅帅的。怎么了？好了，各位，马上就来看小肖飞刀。刚才小鱼来帮我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来，请到这边。这也是今天最后一位可能会挑战成功的掌门候选人。安琪，你应该可以放松一点，真的没关系，咱不怕啊。行，他刚刚看别人扎的时候，他其实一直都是背过身的，对，他害怕的。三二一，开始。相遇竟然帮助小肖飞刀挑战成功，重回掌门之位的候选人当中啊！两位，你们一黑一白来太极图案道当中，音乐准备响起来，两位还想抢一抢掌门？大家都非常进入状态，哎，停了啊，停了啊！哇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差不多，头往前一点点，头要往前一点点，对，好 ，OK， 好，来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我的妈呀！吓死我了！尤其这个发箍落下来，好好玩，赶紧！我以为假发掉了。我以为掉了一个发套，我的天！结果是一个发箍。既然大家也都玩了，要不然你也试试看。玩吧，玩一次试试看。找感觉，这个想要一锤定音啊！新掌门为大家表演绝技，夺水球。三二一，挑战开始。过关，新掌门完成挑战。好，来 OK 了啊。好，哎，我发现一个真的一个问题，就是其实大家在那儿都在找感觉，他上来是看影子。请雨雕掌门的这个门派先起个名字，好吧？那我们就叫斯芬克斯之门。掌门之位竞争激烈，英雄们却不忘互帮互助，两大门派以群龙有首，团战在即。一山不容二虎，究竟谁才是武林第一门派最有力的候选呢？
接下来要比的就是力，请秀出你们的力量，震慑一下彼此吧。哇！第二关，门派力量大比拼，两大门派各自派出拔河运送彩跑粉的英雄和接收彩跑粉的英雄，成功运送彩跑粉更多的门派获胜。游泳圈，拔河。场面不是一度失控，是一直失控。耶，卡车！啊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卡车！直接炮管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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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成立的门派就惨遭血洗啊！哎，快点！加油，快点！太滑了！飞过去了！真哥，你咬了，滑过去。真哥，你好惨！时间到。你们玩的可怎么样？我，这是一个游戏吗？这太轻松了，好像。分好了蓝队跟红队，在真正比拼的时候还是不知道进攻和防守。对，而且啊，真的是啊，通过这样的一个把我们手脚绑住废了我们武功，才知道真的平时锻炼有多重要。对，这是其实啊是很多人的教练，
圈子里面很多人都是李晨哥做他们的健身教练，但我看你也是满头大汗。是是是，这样就证明不年轻，你知道吗？你是参加了两轮吗？当然，我觉得这个汗水流出的也同样代表了我们的开心和快乐，然后也给大家留下了一个非常美好的画面。对，那我们是不是分享一下来到非日常派对的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？陈哥，好。这一次虽说没有能够真正的跟大家一起去最后赢得最终的胜利，然后也没有能够这个获奖的机会去跟盲盒有这样一个亲密的接触，但是这只是第一次，对吧？哦，今天给你们下江湖战书，告诉你们还有下一次哦。哦，未必未必未必啊，未必不找我了。啊，这个不是不是、啊、不是不是，因为他们说、啊、他们说这个常驻的只有我一个，啊，没说过没说过。那你有什么新的认识吗？啊，我真的觉得玩得太开心了，没想到过得开了，真的是太过得开了。对，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有一点觉得还好，然后到气球那一趴的时候就。你知道吗？然后再到这个环节的时候，真的就是武林较量啊！你们巅峰对决，对，我的天哪！尤其刚才在泼粉的时候，哇，大家追的实在是太厉害了！我这真的是所有建立的都是新的认知，是是是，所以厉害厉害，觉得为他们的未来一起加加油嘛，对不对？为他们的未来担忧了是吧？对，加油！为他们的未来加油！好 ，OK， 来。你们也说说你们的感受好不好？就是很久没有这么撒花的玩了，然后玩得很开心，然后希望我们这个非日常派对越办越好，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们的重启之极海听雷。好，来在这边啊。首先我觉得很开心，是从那个 The Night 的粉丝变成今天朋友，跟他们一起做游戏等等，然后认识到每一个女孩，然后不同的魅力。既然大家都说了，那我也就说一说，好久没有活的我，终于现在也有机会了啊！非日常派对，好，可以再下一个，介绍非日常派对也能挡脸的吗？这个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！我们接下来呢，也是希望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我们的 The Night， 关注 The Night， 好吧 ？OK， 非日常派对，想做什么做什么。我们今天的快乐仪式是什么？转圈圈篝火晚会。我的天哪！我的天哪！转什么圈？我的天哪！我在干什么？快乐的仪式。